就趁他们膨胀这一波的时候，来一波大逆转了。他怎么配合的这么好？好，好像是还有一点啊！我哥哥，来听这个好了，元气系主题曲。摸摸蒙斯卡。好，来看对面是。点蓝加治疗，突然间抢二 please 举哦，跳了一下 ，OK go go， 呀、啊，好换点血就好了，看一下这一把的打野是台服，每个人都会的角色，大肥猪到现在还没有在地图上出现呢，这种情况就危险了。赵信都这样走了，还没哎，遇到了，终于遇到了。感觉台服刷野好像刷的比较慢，三分钟了还没人打架，哎，打死了 ，nice。这个游戏只要打野死了，先赢一半。这把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先稳了一半了，再来就好好打。下路看起来是没有任何要打架的意思，我刚站到那么前面了，这个辅助都没有要戳我，那、啊、我的辅助也是持续的满魔。好了，开场比数来到2-1。上路贾克斯供着供着就双杀了，哇 ，double kill，nice， 贾克斯开场310，这样贾克斯很快就可以到这个分推节奏了。好了，他已经跟鬼一样了，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去送的，超赚超赚，大家记好这句话。队友这波说的是 GD 啊，下一波就不好说了。来，领主敌人了。好，下路小打小闹啊，就没有打起来的意思。下一波会说什么，我是不太知道了，但是应该会多打几个字。哎，好吃。好了，我们打野来了，基本上对面的打野也是在这里了。嗯，好硬哦。哇，阿卡丽来了，开怼。GD 打打打就打，移动没了。啊，这波大家打得好啊，我还是满状态的，我可以再战。是啊，一直打不到阿卡丽啊，一直跑啊。耶，撤退。哇，阿卡丽跟鬼一样啦 ，nice， 带走阿卡丽。好，比数来到4-5，用命把阿卡丽给换掉了，对我来说是蛮赚的啦，我的 GD 超赚，打这个4+2，我还可以烤死一个，刚刚那个操作犹如神灵附体。嗯，赵信怎么又死了？赵信已经033了、欸，我不知道那一句 GD 还算不算数啊。拿中塔啦，以我们两个的点塔速度应该是差蛮多的，中塔轻松拿。他们大肥哥如果还在刷野怪哦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拼灯无限了。酒桶你人呢？中塔断啦，酒桶走到哪问号跟到哪。好，我们拿到了中路守塔，还可以下来杀人呢。这个好学哦，他没闪的，这个应该就是死掉了，看来是不用了，回中吧，走，转下路，对面应该都上去抓贾克斯了。肥子，巧遇肥子，哇，肥仔把人炸进去了。先打下路吧，他又打起来了。酒桶干啥？砰！好，处理掉酒桶了，再下来打架。你们好啊，2-2哦。没有晕，不要了啦，不要了啦。他很凶哎、欸，我快被打死喽！
不要追我！哇！哇，他是两速鞋啊！啊，对，他是这个品质比较好的鞋子。啊，有老鼠是吧？啊，老鼠跟我说了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没事，不亏，等等我就来处理这个老鼠啊！我现在可是两大装，一也是他一个大装，这场算是打的还蛮多的，13-13的。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要处理兵线啊什么的，在台服兵线都是服务，国外的那一套是不管用的。什么整理兵线，然后打下三个兵营之后就可以稳稳胜利的方法，在台服也是没有的。那赵信还把我兵吃掉了，我受不了，我要把我红霸吃掉。哇，上路贾克斯跟鬼一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跟鬼一样的被干掉了。老鼠应该是上去抓人了啦，下路我们也可以来抓人了。我来打这个肥猪。去死吧，肥猪已死！砰！看对面会不会瘫啊？对面没瘫，他们直接回家了，好赚。还记得贾克斯十分钟前说的那句话吗？哎，被偷了，贾克斯也没来，跑了，不要啊，贾克斯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啊！决定要直接头戴了，头戴比较好输出。我说这一把应该是我们就守好家里就好了，这个海尔会自己去 BD 的。好，海尔用生命 BD。我看到了你的决心，走一起打团。哎，贾克斯金句出现了，走一起打团，这个基本上是不太行的。别霸 BD 到底，会战会输哦。这个、我如果我们要打会战的话，以纯以角色来看是91开啦，贾克斯会战是0，对面上路比他有用一点。打会战的贾克斯我是没看过有赢过的。哎，我觉得可以来这里蹲点的。来兄弟，不行了，走了。稍微小蹲一下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打不死的东西啊！快走，要掉巴龙了，他们来喽！那里还有个老鼠，啊，算了，把那零头各自飞哦。没关系啊，这其实兵线也不到他们可以做事的兵线，除非这里他们要硬吃巴龙吧。硬吃巴龙的话，凯尔就要到了，没有人会想守巴龙的。再见了，巴龙，好，回家。那这把是不太可能打团的吧？这把就是他们分推到有一天他可以供供供，等他这个可以供供供啊，然后这个可以啪啪啪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会赢了。打团都是浮云的。而以对面来看，他们拿了这个巴龙，就趁他们膨胀这一波的时候，来一波大逆转了。他怎么配合的这么好？好，好像是还有一点啊！啊 ，nice， 贾克斯敲死一个，快走！哇，贾克斯极限反打，贾克斯应该是不会被晕中了吧？还有个转圈圈在呢。好，贾克斯招式都闪掉了，可以反打了。嘣 ，nice 啊！对面雷欧娜都是那么一点魔力了，依然穷追不舍，一生只追你一人。哎，这个有个傻逼耶，找到了，就是你，别想走！老鼠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要露头了，露头了。哦耶，痛得要死！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贾克斯是个打团角，没关系，去 BD 火霸。好，先拿一下这个红霸来。哇，还要硬抓老鼠哦。哎，老鼠在搞啥？好吧，我也不知咋的，这边。怎么这么坑的？哎，滴滴滴滴滴，直接从我们旁边走过去了，哈哈哈哈。他当时很谨慎啊，他可能连呼吸都不敢呼吸，慢慢的走过去了。啊，
啊，十三路，十三路，你看不到我。哎呀！我要葛了，我要葛了，不管了，硬吃这一波。哦，快逃哦！我贪，你这个能算贪吗？好，我们来守中路，对面应该已经开始会到这个难打之处了。那他们接下来会说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打团啊，那他们目标就是挤中路了。好，快逃，把小兵清掉，他们就不太能做事了啊。如果死了两个那就不好说了，中塔应该是放了，再会了我的中塔。没有没有，兵还好都有清掉啊，他们应该去挤下塔了，那个就送你们吧，稳定清掉中路小兵，看你们咋办啊，看你们咋办啊，我们人都复活了，来拼拳啦，巴拉巴巴，走吧，八龙不死也，走起走起。后期哦，后期是会赢啊，因为对面就没有在发育，贾克斯跟中路都还有在发育，对面除了老鼠以外就没有人在吃兵了。哎，抓到你咯老鼠。好，跟着贾克斯这里比较实在啊。老鼠竟然还活着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也挂了！哇塞嘞，打太久了。没事没事，各位观众，炮娘三大神装。无尽之刃三大中的炮娘刚刚也没有吸血啦，对面缴一个闪来杀我的，下一个会战的我不同凡响，老鼠都射那么一咪咪了，竟然还可以回来拖打了，好像打到三四下了。哦 TP 过来了，好我也来啊，大家一起来 Let's go， 这么点血都敢吃啊。他们酒桶也在耶，啊为什么不飞上来，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上来，我都在那里等你们了，不是啊，正常应该是酒桶会这样上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会这样上来吧，这我觉得没什么道理了。哇吓到我水银都按下去了，现在我们中路走一走没出现了，跑去下路了，高估了高估了敌人，会也是赚了，因为他们一定要上来才会变成他们能打的情况。哎呦有人偷窥我，哎呦不要偷窥人家啦，我要走了，我要买个嗜血者 go go， 我的炮娘这样玩起来中期还是好废了，在我有无尽之前跟死没什么两样啊，抓到怪兽了啊，抓到老鼠了啊啊，赢了耶，嘿、hey， 啊，有三个装之后打人痛一点啊，哇他可以在这么多人的中间把我弄死啊，牛逼牛逼，好痛哦，诶、欸、这个也来开秀了，GG耶获胜，要是有水银我就活了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痛，不愧是你同志，我早就知道这把会赢了，早就看穿了，获胜，吞食能登了没。